你干嘛难过啦？还在啦。大家看看你脚脚的状况，毛剃掉了。哎，不配合你。那我们先去吃饭。那就是上一支影片去手术的阿喵。那目前手术算是顺利，然后就等修复了。然后这段时间他需要戴头套，所以等一下会把他的头套戴起来。毛剃掉了，然后伤口在这一侧。好了，就不要拍太详细了。总之十天后要去拆线，然后就好了，就不会一直反复感染又发炎了、啊。然后又破掉，又愈合，又破掉，又愈合，听着就觉得很可怕。帮你换大龙去啦！看你这么可怜。嗯，声音比较大，就不要委屈了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委屈了，待几天呐、啊。吃药了，吃药了。哈哈，真是眼神模样。我的那个发青了。该不会戴着口罩，不是戴着头套都在哭吧？嗯，完了，干嘛？他应该是戴着口罩没办法去。啊！哇！哇！我受不了。来来来，抓一颗，抓一颗。他想出来放风。来、放风一下。喂，你是破坏妈妈了？谁请你那个人抓？好了啦。好啦，你的梦梦时间也到啦，喵。大家，来。好啦，最棒的啦，他的眼神很孤哎，是，对啊，没事的啊，好啦，今天出来走一走啦，吃饱吃完了，也上完猫砂了，对不对？无奈，哈无主，好啦，就快要去看医生拆线了啊、好棒，哦，卡住了哈、好了，那就头套啊。应该没问题的啦，今天就可以拆头套了，拆线拆头套啊！好嘞。还好吗？可以拆吗？可能拆的话会流血哦，还没有熟，没有熟，没有硬的。那是不是得再等？你过年再拆，先消毒再过年再拆。好，如果这个有急吗？一定要是没有没有是没有急的，过年反正比较保险。因为现在拆啊，那个肉干很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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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都可以。几分熟哎？没有几分熟。头套，哎，头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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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这个会痒，它一定会痒。哎，肉干很长腻嘛，大家舔都。那你要再多待几天了，可怜。那这个车有放吗？我们会先送过去看。他很乖的，超乖的、对，就是。他帮我领养好了。真的、啊，来，赶快进来看快点。超乖的、戴头套。自己抓几百次都没在领养，领养别人的猫。你不收养，意思就要收了。戴头套。我们这我不敢接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多乖一点吗？多少？这都没有脾气。全身都给毛，毛黏黏的。这比大姐乖，收了收了，就交给缘分喽。好了，不怕不怕。好了，你好了啦，你再等几天啦，不然我再。你们这种执行版的。对啊。阿喵，我们再去给医生看看，看你可不可以拆线了，所以就可以拆头套了。来来，快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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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样的拆线了，不错啊，有干的，那动的话就是说怕它扁的话又会，
手，刚拆完还是有一点洞啊，还是拿拔起来这个洞。对对，旁边我没有骗你哦，是我也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你还不能拆多少，你都没生气。结果很开心，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太怪了嘛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石头，把它抱起来好了。对，基本上都愈合了，然后毛也都长了，所有都会看不到了。哎、欸，好棒！然后就剩四只。猫的指甲一般来讲有18只，底下只剩17只。少了1/18的破坏力。就是看它真的很乖。就是你有一点点就比较对啊，很乖，都。嫩人多，而且很亲人，对啊，非常的脾气好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。